梁咏琪同老公农历新年翻咗西班牙，结果学校就一路停课，佢哋就干脆留喺西班牙度继续探亲之旅。Sophia 仲度过埋五岁生日添啊！呢次爷爷嫲嫲都可以一起庆祝，都叫做有翻啲小确幸啦。生日当日，佢哋就去咗沙滩，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，享受阳光与海滩。虽然而家冇翻学，不过 Sophia 就已经学识帮手做家务，仲可以消毒屋企添，认真叻女啊！朱子又话女女而家好努力咁样学紧广东话，希望第时佢都可以识听识讲啊！